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385期的节目啊。今天的话呢，又给大家分享一套官方的骗钱的玩具啊，其实也没有骗很大了啊，顶多算骗一半。哎，不对，我们还是讲好一点，大概骗四分之三啊。怎么说呢？依照官方最近的这些沃夫赛博团三部曲以来，它会呢，有一些组合包里头呢，会有一个特殊限定的版本。像这一款的这个幻影，它就是一个地球上的载具。那先前的话呢，我们给大家做过的这款是围城的，它的话呢，由上面的赛星文字呢，还有一些比较透明的这些部件来判断，啊，或者是直接讲设定来说吧，它是一个赛星上面的形态。那么 Kingdom 的话是他们已经来到地球之后的一个样子，所以呢，如果你要地球载具的这个幻影的话呢，你就势必只能够买这一款组合包啊，目前是这个样子啊。那另外一款的话，我当初一看到，我说这不是魔龙吗？啊，骗钱的吧？后来定睛一看，哎，不对啊，这个头雕不太对啊。然后看一下它这个名字啊 ，Maximal Grimlock， 这是 BW 里头的钢索啊，但是呢，它只有在漫画里头啊，或者是在特定的题材里面才有出现啊，并不是 G1 里头那个钢索。那从后面的玩具来看的话呢，我们可以很确定了，它就是用了这个魔龙的这个模具，或者叫恐龙勇士这个模具呢，下去做改良的啊，基本上就是改了一个头雕。那本来也没那么感兴趣，后来网络上看到人家开箱之后，发现哇塞，这个头雕这么帅啊，这不买都觉得好像有点对不起自己啊，所以就加上这一款是地球载具的这个幻影啊，所以这个组合包的话呢，我就还是咬着牙呢把它给买了。但实际上呢，上网去搜寻的时候呢，发现这一款其实还蛮抢手的哦，价格的话呢，现在可能台币都已经要。可能要将近要2000块钱才能够收得到了。那顺便提一下，后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胡蜂。那下一波的 Kingdom 玩具呢，好像就会有这个玩具出现了。先前的话呢，有给大家介绍过这个魔龙啊，所以呢，这一次的话呢，我们这款钢索呢，就以恐龙的形态呢作为切入。但是另外一款幻影的话呢，虽然它是有做一个小改模，但是大同小异啊。所以这一次的话呢，我们一样都是由载具呢做一个开场。那直接的，我们拿出原色版本的这个魔龙，两个做一个简单的对比。首先啊，在配色来讲的话呢，都是有一个斑纹，其实对不对，它其实也是有斑纹，只不过两者的对比没有那么强烈。这一次的钢索的话呢，因为是黑啊，不应该是黑斑点灰色的，还有这个白色的斑纹啊，当然了，这个地方是白色的涂装，这里的话呢只是塑胶的原型色。然后呢，这个皮的感觉呢跟原本的模具都是一样啊，做的相当可以啊。然后呢，最大的不同也是我觉得这一款最凶神恶煞的地方是它的这个黑色的斑纹，特别是头型这样涂成这样之后，感觉就好像异常的带毒吗，还是怎么样，反正感觉特别凶猛。然后尤其是眼睛变成了绿色之后，一整个我不能说它邪恶吧，但是野生的气息的话呢就感觉更加的强烈啊。那两者的话呢，在兽形状态下，由于这款颜色变得比较浅，所以一些裂缝的话呢可能会显得反而比较明显一点点。那两者的模具的话呢，在兽形下呢是没有什么改模了啊，该有的一些孔洞啊什么的啊，裂缝啊，螺丝钉什么的都是没有做改善的。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恐龙的一些基本的可动啊。首先的话呢，手臂的可动算是还可以啊，就是这个地方折下来它还是一样不能动的，然后一样啊是可以做出一个敬礼的一个动作啊。尽管这个钢索看起来不是很呆萌啊，头的话呢最高啊举到这么多，后面这里已经卡住了。嘴巴的话可以张到这么大，血红色的舌头。那这个眼睛的话呢，我真的还是要再次强调，是它这一次非常非常成功的一个地方。上面的斑纹啊，有几个黑色的斑纹。尾巴是变形的时候是必须拆下来的啊，底部就这样子啊，镂空是比较大的。那以这个其实以配色来说啊，它是看起来是比较显眼，比较嚣张一些些。但是呢，以这个一体性来说的话呢，可能原本的这个魔龙的话呢，啊，至少感觉差别是比较没有那么大的。但呢，它的一个机器人的话呢，那个头型啊，还有这个玩具本身变形的一个乐趣度还是很高的啊。我们再来呢，看到的这一款来自这个组合包里头算是地球载具的这个幻影呢，跟先前的模具呢最大的差别则是透明件的一个部分是彻底的取消了。先前的这个呢在赛星下的一个形态，
透明部件的话呢非常的漂亮啊，但是呢以这个后面的这个定风的这个尾翼的话呢，先前的模具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巨大，这一次的话呢彻底的缩小了。那么呢在武器的这个外挂上面呢，先前这个赛星形态是挂在这个后面的尾翼上面，这一次的话呢只是挂在这个两侧。以炮弹的这个火炮的挂射的位置来讲，这一次是比较合理啦。那还有一点进步比较多是它的一个尾部，这个它的一个尾巴虽然是没有任何的一个涂装，但是呢如果你上点墨线的话会比较清楚，就后面是一个推进的一个像机械一样的东西。但先前的模具的话呢则是一个假这个人的胸部，也就是假的车头，你看这是原本车头的一个样子，它把它前后做一个对调啊。所以呢如果你以车尾的一个形态来讲的话，这一次的这个模具是比较优秀的。那从前方来看的话呢，前方的这个位置这个造型呢也是有些微的不同。这两款的话呢其实各有其所长啦啊。外观来讲的话，其实我会觉得它的外观稍微好一点点，但是以整体的做工来说呢，这一次的一个毛病它的身上这些地方是白色的漆是土的，各位可以看到一从盒子里拿出来它就已经有点刮花，而且它这个白漆呢涂的还不是说非常的好啊，有些地方过厚，有些地方是稍微薄了一点啊，很容易就会去蹭掉啊，这一点就是比较让人家觉得恼火的。那先前的这一款的话呢，由于有这个透明部件的加持的关系，所以它整体的感觉的话呢质感会好一些些。那滚动性倒是没什么问题啊，两者都很好，那可以说是各有其优缺点了啊，哪一个好呢我也说不准。那我们呢先来示范一下这一款钢索的一个变形啊。我习惯呢先把这个两腿的话呢往两边掰开啊。我知道很多变形呢都是从两腿掰开开始的，那恐龙的话呢也不例外，把这个腿的话呢从这个地方锁扣解开，整个下半身先给掰过来，然后呢我们先把腰转180度，现实生活中呢我们是不需要腰转80度的啊，只要动一下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把这个脚后跟这个地方给翻出来啊，有些人可能是足控吧啊，对脚后跟有兴趣，但是有些人对脚尖有兴趣。再来的话呢把这个头呢给往下按哦，整个给按下去，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后面的这个部分呢往前面推过来，好，这里会有出现一个凸，然后前方呢这个黑色的这个部分里头呢是有个洞的，把它给抠进去。再来的话呢这个尾巴的话呢我们先把它给取下来了啊，尽管你不拿下来也是可以完成变形的。后面这个部件的话呢整个把它给抠进去，这里有一个半月形，顺着把它给扣下来到这儿。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把这个胳膊的话呢往上伸，伸上去之后呢把这两边部件抠下来，然后两侧这个地方做一个简单的分开，主要是要把这一片呢从这个角度翻过来，然后呢顺势把它往下放，手的话呢还是先推上去一点点。接下来我们要建立这个地方的一个连接啊，从这个龙爪的看，龙爪的掌心内部跟这里有一个凸，然后龙的一个手掌背有一个洞，透过这个地方转进来把它给扣上去，那不一定扣得很稳，但是呢能够放到差不多位置就行了啊，并不需要特别的把它压紧。然后这里推开，然后呢把这块部件往前翻出来之后，将它整个往下压，往下压之后手先往上伸吧啊，从这个地方啊掌心先扣好，然后呢手背的话呢再推过来到这边做个简单的结合。然后呢可以看到了我们这一款这个钢索呢用一个非常妖娆的一个动作啊，仿佛这个三国无双里头的张合一样骚包的动作啊，但基本上它的变形已经变完了啊，只是呢刚刚太骚包了，我们要把它变成没那么骚包的样子啊，把这个手臂啊转下来到这，然后呢将这个手臂啊转到一个正常人类的角度，头胶部分就是往内部缩啊，这个的话呢是没有任何的难度的。那非常行云流水的呢我们这一款很好的一个模具啊，这一款这个Maxima Grimlock 的一个从恐龙到人形的一个变形过程呢就算是大功告成了。那我们来到这一款幻影的变形过程，下半身的话呢跟之前的这个围城的模具呢是有点接近的，首先把这个地方给松开，再来的话呢两侧的话呢先从这个地方给打开，它是上下错位的错开，两腿的话呢稍微掰开一点点，然后呢我们可以先把这个地方呢往外面推出来，这个地方它是有一个连接感的，但是呢这个膝盖这个关节可以说是非常的紧实啊，非常的紧实。然后呢把这个轮胎的部分的内外做一个翻折，这个地方推出来之后将脚底板翻出来，然后这个部件的话呢把它给推进去，
形成它的一个脚掌的部分，然后呢脚掌转到这一侧，这里会是它的一个正面。那我们这一侧的话呢，一样的一个变形模式哦，先把这一块往外拉出来，如果你觉得不好拉，你也可以透过折膝盖这个地方，它会稍微的把它给顶出来一点点，方便我们做一个推移。推出来之后，把这片部件啊跟这个下半的这个小腿完全分开之后，小腿的这个部件呢就可以完全的翻折过来。这里会有一个小卡住的一个地方啊，非常的大声啊！我第一次变的时候呢，我还以为是不是弄错了，可能是这个地方会去卡到，但是无所谓啊，它还是可以完成变形的。这个连接杆部分呢，把它整个给推下来。这里不得不提啊，这一处外白内收膝盖的关节呢都非常的紧啊。那导致于说它的这个胶啊，这个连接杆的胶呢，我觉得稍微是偏软一点点，导致于说这个地方的变形手感其实不是说非常的好啊。然后我们接着呢继续变形它的这个手部的部分，这个地方两侧给打开，打开之后的话呢，这里有一块这个杆子啊，这个地方把它整片给翻上来，这里是一样啊，整片翻出来，然后呢往侧边先推出去，然后呢把这个锁扣给解开，这里锁扣解开，然后呢头部是一个跷跷板的一个方式翻出去，那另外一侧的凸呢就到这儿，刚刚的凸就到前面去了，这个地方把它锁扣给扣上啊，感觉的话呢这个地方有点歪啊，不知道为什么。扣上去之后，两侧的轮胎收进来，再来的话我们就把这个胳膊的话呢给往下扣下来，这里它是有一个凸跟凹的一个结合在这边，所以它的一个上半身的变形呢跟之前的一个围城的这个模具呢是不一样的啊。那变形的难易度来讲，这一款的话呢复杂度比较高，那你喜欢哪一个呢？端看个人啊。我觉得这一款的变形啊，其实设计来讲是比较多了几个步骤，感觉掰起来的一个应该是说以设计来说它给人的满足感比较高，可是这一款的玩具呢它的一个应该说整个关节都是偏紧，然后塑胶稍微偏软一点点，所以说你在变形的时候呢那个手感是应该说好的设计被有一点搭配不太恰当的塑胶的塑胶的柔软度跟关节的紧实度呢是确实的是把这一款的一个设计呢是做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扣分了啊。来进行机器人形态的对比，首先的话呢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钢索，两个谁好看。以配色来说了啊，其实我觉得之前的魔龙勇士可能还是好看一点。那你说头雕嘛，没有错啊，确实之前的这款头雕也是做到非常的好看。那么这一次的话这个钢索的面雕呢也是一绝啊，这个可以说是吸引我购买这个组合包最后压垮啊我掏钱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这个。而且它的这个里面的这个绿色呢，它是有一点金属光泽的感觉。那由于打光的关系的话呢，你可以有时候看到只有一边亮哦，你看非常的酷，对不对？然后又是口罩的一个脸孔，这个就是钢索历届以来都是没有漏嘴的。然后关节的紧实度啊，也是做得相当的好。那以公差来说的话，这两款呢几乎是没有什么差别啊，买起来的话呢，我个人觉得是妥妥的，没有什么问题了啊。当然这个感觉是比较配色是比较嚣张一点的一个感觉，如果你是原色控的话呢，当然这一款已经非常不错了，而且这个目前魔龙的价格呢也不算很贵。那我们大概讲一下它的基本的一个可动手臂哦，可以抬高360度的转动啊，手肘啊，然后手腕是可以转的，头的话呢是一颗球形关节啊，腰身也可以动，脚的话呢前后左右踢都没有问题，膝盖也可以弯90度，外摆内收啊也是有，而且它外摆内收呢跟魔龙勇士一样都是偏紧的，但是它可能稍微松一点点，而且是松的往好处去松的，这种松啊并不是过松啊，是恰到好处的松。然后这个鞋尖啊往下面垫高一点点的话呢就可以增加更多的一个站立性，然后该配备的这个武器的话呢什么的话呢也通通都是具备的啊，可以说是非常优秀。如果有人拆卖的话呢，这款单独买也是非常不错的。这次的组合包里头的幻影呢，它主打的是载具的形态呢会变成地球上的交通工具啊，所以呢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幻影的人形呢，即使我拿错了呢，你可能也一时之间没有发现说哎，原来我拿到的是之前的围城啊，这一款是这一次这个组合包的。它跟之前最大的差别呢，因为下半身的变形是一样，
所以结构来说呢没有很大的不同啊，顶多就透明件还有一些涂装上面的文字不同而已。那以上半身的话，你可以发现呢，这一次新的这个模具的话呢，整个身形往内部哦缩小了很多啊，整个一个身形往内而收敛很多，腰身的话呢也做得更加的一个明显。先前的话呢胸口更大，那其实认真来说的话，其实胸口的宽度是差不多，但是因为这条是一整片的零件，这一次的话你可以看到这胸口这一带的这个零件数已经相差的非常的多了啊。头雕的话呢，我认为变化呢来讲并不大啊。之前呢这个围城的这个脸呢是比较不一样的银色，哎，这该怎么说？反正就两种的灰啊，这个感觉比较平滑，然后这个的灰色感觉好像稍微有一点沧桑的感觉哦，似乎没有之前的那个银色那么样的一个均匀了。那主要的差别呢，因为变形的时候各位也可以感觉得到了，就上半身这一代的一个零件数变得非常的多，两侧的肩甲的大小呢也有了很大的差别。那武器其实是一样，差别只是这个配色不太相同而已。那我们的话呢也简单的来看一下这一款的可动度啊，头部的话呢是一颗球形关节，手臂的话呢平举啊，然后360度的转动是在这里，平举的话是应该举这里的啊，这个地方是应该要扣起来的啊，那这里等于是还有一个过渡的关节啊，还算可以。内部有一个比较巨大的空洞，额头肌可以转动，拳头无法转动，腰身的话可以转动啊，变形的时候不需要扭到腰，膝盖的话弯到约90度，脚的话呢有一个接地的一个关节啊，小腿后面的话呢巨大的轮胎啊，可能是它造型上是比较大的一个缺陷，后面有两个很大的轮子背在后面啊，当然这个整个背后是一个空壳啊，其实它就是个空壳了啊，没有把这个这个轮胎的话给包覆起来。那关节的紧实度来讲的话呢，这一款是整体来讲都是偏紧的啊，然后导致于说呢，其实玩具的体型不大，但是它的紧实度呢过于的偏紧啊，然后胶又有一点偏软啊，你掰的时候有点好像要把它扯开那种感觉，不至于扯断了啊，但确实来讲的话呢，这个在手感上是会扣分比较多的。那么今天的话呢就跟各位分享这一套钢索和飞影的这个特殊组合包。钢索这个部分的话呢，如果你只想玩这个模具的话呢，单抽之前的魔龙也就可以了，魔龙也是做的很棒了啊。那主要还是如果你想要购买地球载具的幻影的话呢，你可能就必须含着泪水把这个套装给带回家。那这个钢索的话呢，我倒认为了啊，如果你是含泪带着幻影的人也不要那么悲伤啊，因为这一款的钢索呢做的也真的还算不错了啊，配色也有点意思，公差做工来讲并没有退步，头雕也非常非常的好看啊，可以说呢这一次我们幻影所附赠的啊，如果以我来讲我主要是想要幻影啊，那这个赠品的话呢我认为是非常值得票价的。那这款的话呢价格已经上来了啊，那就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